全油管最快新闻：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规模最大的一次五百多项制裁，欧盟、英国也积极响应。制裁将针对俄反对派人士、金融部门等。俄罗斯反应强烈，西方制裁虽已超过一点五万项，俄经济却展现韧性。普京回应制裁，强调加强军事力量。拜登粗口引争议，普京微笑回应。 专家认为，俄乌冲突难以谈判结束，西方制裁局限性凸显，制裁将对俄罗斯和全球产生影响。订阅新闻极速的，最先知晓天下事。